现在我们掌声欢迎马来西亚华裔青年歌手，也是华语流行乐团的新兴力量尤长靖，有请，他将带来歌曲《一颗星的夜》。不是他们标了，我可能会念成尤长靖，哈哈，这个万物生长也是这个字儿，这个对长度的长也是这个字儿，对对对，是不是学习起来会很困难？还好，因为其实从小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说，就是一定要学好中文，所以我从小到大上的学校都是中文学校。在追求自己的音乐的理想的过程当中，您觉得您的选择是不是？特别特别的正确，那肯定正确啊！而且我身为华人嘛，我就觉得一定要把我们文化的东西放在一些音乐上面，然后一起发扬光大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